你看，我们上来两个话筒了，大家知道是什么了吗？哎，对，是相声。常言说得好，笑一笑十年少，给您带来一段相声。大家千万不要吝惜您的掌声，您的掌声对于演员来讲啊，就是一针兴奋剂。咱现在给没上场的这俩人先来一针，好不好？哈，谢谢大家的掌声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热情。接下来，请您欣赏一段传统相声。打灯谜，表演者是北京曲艺团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子然、张一，有请。谢谢，感谢大家的兴奋剂。兴奋谢剂谢。了又。这个刚才啊都说了啊，不出正月都是年。我们两个人上台呢，先祝大家过过年年好。好。上台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，应该呀。站在您面前的，先介绍我，是我们北京曲艺团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。您夸我，北京相声界的领头羊。您捧我，中国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。谢谢，非常优秀的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啊，我叫王子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掌声，是对我的认可。捡起来，什么呀？脸。什么叫捡脸呢？你不介绍我，别往我这儿比划呀！我看你这儿有只虫子，我帮你轰一下。啊，那不必了。介绍一下 啊，张一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，也不能这么说。今天啊，是我们北京曲艺团给您带来这么一场曲艺演出啊，特别的好。是，北京曲艺团有70多年的历史，你瞧，历史悠久，名家辈出。嗯，今天给您带来演出的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演员。对。但是啊，头一次在三庆园演出啊，见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是您又给我们热烈鼓掌，嗯，我呢，这个跟您说点实话哦，说吧，那就是北京曲艺团好吗？好啊，所有演员都好，都好啊，就都说都好吧啊，有点有失偏颇，偏颇也不是都好啊，有一个啊，各位就有一个是个傻子，其他人都特别棒。今天演出都没问题，就有一个傻，谁呀？就一个啊，就他 是傻子，其他人就都没问题，竖大拇指。谁呀？你别问了，啊？不是，我得问的吗？谁呀？他们好像都知道了。不是他们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，谁呀？我说，你是当事人。我是当事人，谁呀？我说，各位，我没说瞎话吧？你，哦，我是，你说我是傻子是吗？你啊，各位可能不了解他，张一小的时候，这个上小学是期末考试。考几门？考7门。嗯，7门加起来啊，考0.5分。光数学老师气死4个。不是，不是，这7门怎么考0.5啊？是数学老师也不知道啊，那7门怎么0.5啊？是，我死了吧？啊！你气性太大了也。给你当老师废命。废命吧？没听说过。而且这么大人了，不识数，这完了。光说相声的不识数，你先等会儿吧。谁不识数啊？你不识数啊？我识数。你不识数？识数。别抬杠啊！什么叫抬杠啊？你要真抬杠，我现场可考考你。你说呀。看好了啊！你可看清楚了、啊。看清楚。这是几？就你告诉我这是几？这是5。你再怎么晃，它也是5。你换一12，我瞧瞧。你这看不清，你定住了就看清楚了。定住了你也不认识啊？不可能。这是几？鸡爪子，这是我说。你饿了是吗？数字儿。你告诉我这是几？这个啊，68。怎么68呀？几？6。几？8。68。你瞧这个，
六十八。嗯，八十六啊。啊，你学我，你学我，举一反三，透着咱这脑子就聪明啊。不光不识数啊，不识字儿。你这话越说越大了，谁不识字啊？这不识字啊。啊，我考你一个。你说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，念什么？俩加号，那是糖尿病。那你我不认识，不认识啊，不认识。告诉你，这是人口的口字。怎么人口的口啊？给你写呀。啊，一横一竖，一横一竖呗。你们家倒插笔是吗？你们家竖这么写？废话，题怎么问你怎么写呀？呵呵，好好。现在认识口了？压根儿我也认识。三个口，品。我轻敌了。三个人，重。三个木，森。三个金，新。三个石，垒。三个一，念三呢。你不识数啊？是你老上面一底下俩，我以为三条呢，这儿我是。你再怎么排，他也念三，不念六。好好好好好，太棒了。你这叫纯粹，这叫绕的人呢、啊、不识数不认字，这人活什么劲呢？你说这什么叫活什么劲呢？我就不爱听你这说话、啊、你净说这个了，对不对？你得出点那好的。出什么好的？你什么叫灯谜啊？你这个呀、啊、对不对？你刚才三庆园门口这对不对？人家猜灯谜就是正月十五啊，出点这个呀。现在没人会灯谜了啊，现在没有人会了、哎、出了这没人会，这我就会了。啊，嗯，你就会，对，我就会啊，你就会啊，啊，那你来一个，你听着啊，你来一个，说一个好老灯谜，啊，行行，你说一好的，说眼看来到五月中，家人买纸糊窗棂，丈夫贸易三年整，一封书信半字空，四句话打四味中草药材，猜吧，中草药，呀。啊，有点文化哈、啊。那嘿，四句话打四味中草药。对了，各位，我说实话，这个人比较诚实啊，我猜不着就是猜不着、哎。不知道，我不像有的人呢，他明明是个傻子，他不承认。我承认，你别老勺子、啊。我猜不着啊，猜不着，猜不着。行啊，但是我可得问问啊，啊，你这个灯谜，他一定有谜底吧？灯谜得有灯，得有谜底呀，我什么？你这个谜底一定特别的合理，特别合理。不能让人问住了，问不住，万一问住了呢？问不住。唐比方说，你把你这谜底一揭晓，嗯，台底下观众站起，外来汤汤汤给你问住喽，怎么办呢？问不住。这样，各位亲爱的朋友啊，我斗胆代表各位，啊，一会儿呢，我问问他。一会儿我问你、嗯、我要把你问住了啊，噗，干嘛？我扣你一只眼。又没问住呢，还给你。还给我啊？你装一玻璃泡也行。好瞧吗那个啊？你问不住。问不住啊？问不住。你说的啊，第一句，你看，眼看来到五月中啊，什么药材？你看，这叫半夏。确实，各位有半夏这味药吧？生半夏、熟半夏，为什么是半夏？你看呀，五月中，你看正二三为春，四五六为夏，五月中也就是夏天的一半，你知道吗？半夏，半夏，闰五月呢？多半夏。上药店，大夫，给我开点多半夏，有吗？闰月。不算，不算，不算闰月。哦，行行，第二句、哎、是吧？这家人买纸糊窗棂啊，什么药？防风啊。哎，有防风这味药。哎，为什么是防风？你想，咱这白纸把这窗户糊上了，这不防备这风刮进来？防风，防备这风刮进来。刮进来，五月，正是热的时候，都着开空调，开电扇。都得把窗户打开，恨不得有点风才凉快呢。嗯，你为什么要把窗户糊上呢？这
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抠眼吗？别，你别我对呀、啊，他哪儿对了？他防备这个他对呀、啊。是哪儿对了？他防备这风刮进来。对呀、啊。他哦，对，他小家人他坐月子。坐月子，他坐月子，哎，坐月子。你怎么知道他坐月子？我们邻居。哦，你是邻居，你就得知道他坐月子。对对对。为什么呢？他这我你琢磨呀，我他不是贴着那喜字儿呢吗？贴喜字儿就不许人结婚吗？他为什么非得是坐月子呢？这你我过去看，我串门儿。哦，哎，我串门，我一看，哦，坐哦，你是邻居，邻居，你让串门，对呀、啊，一看哦，坐月子呢啊，行，第三句，这丈夫贸易三年整，什么药？哎，三年零一节，这个呀叫当归，哎，有这味药，哎，为什么是当归？三年零一节叫应当归来了，当归，出去几年？三年呀、啊，回来过吗？没有，一次都没回来过，一次都没回来，坐月子是怎么回事？你是邻居？没有，啊？没有，我怎么回事？我们这他灯谜，他不是这个连续剧，哦，他不挨着。哦，第四句，一封书信半字空，什么呀？白纸啊？啊，有。哎，为什么是白纸？那这书信一个字都没有，这不白纸一张吗？白纸里头没字，没有，外头也没字，没有。邮局怎么给送的？不是邮局送的，他是托人给带来的。哦，托人费那么大劲，带张白纸干嘛使呢？给小家人糊窗户。你不是说他不挨着吗？他这句就挨上了。要按这么着，要扣你四只眼。别扣！没有什么不够扣的了。是我这还。是吧？你就锯腿也行。别锯腿啊！这不都让我问住了？这没我这不挨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这不怎么样啊？对呀、啊，你要说我这不好，你出一个呀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我出一个啊！我刚给你出半天了，你出呀，你再出一好的。这样啊，出不白出？怎么着？咱们有点小彩头，大过年的嘛，嗯，来点小彩头可以？不多啊。什么？50块钱。要不还抠眼得了。你也太惨了，50，你这给100，这俩都是你的，要不然打一折，180，这半扇都归你。半扇我跑买猪肉来了是吗？什么话这叫？对不对？你猜着，我给你50，哦，还给我钱呢？行不行？哎，行，那猜啊，猜，听好了啊，太好了啊，说这头像这头、嗯、这头像这头，两头像当件，当件像两头，猜吧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50块钱。别拿钱。别微信支付宝现金都行。别您告诉我你这是什么吧。这个这是什么？听好了 啊说这头像这头，这头像这头，两头像当件，当件像两头，这是秃子举俩灯泡。一秃子举俩灯泡摸我50啊？秃子圆的亮的，灯泡圆的亮的。行了，你还有这个吗？你还能出吗？一模一样，你猜不着。不可能。说这头像这头，这头像这头，两头像当件，当件像两头。一个秃子举俩灯泡。不对，这是罗锅举俩窝头。100，别，你还敢出吗？一模一样，你猜不着。我来一回。说这头像这头，这头像这头，两头像当件，当件像两头。一兔子举俩灯泡，一个窝锅都俩窝头。不对，这是你爸爸举俩王八。我去你的，我。